光商车，我是鱼，我是黑仔熊，哈仔熊，他是看地狱梗不会冷的黑仔熊，我不需要冷，我很怕你被延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反正在延上被骂也是你的频道，不是我，可能会骂你，反正也没在做 YouTube， 好，好了，那各位今天的影片主轴是搞笑影片，好，冷笑大挑战，哦哟，我们感谢苦茶之家，我们欢迎任何苦茶愿意植入。我跟你讲，自从我们一直买同一家苦茶以后，那家苦茶生意兴隆，没错，所以欢迎各个苦茶植入我们的频道。今天的话，我们就是看影片，其实我觉得影片比图片还要更好笑，真的假的？因为影片有动态，会有后劲，有 feel， 它是持续性的，所以影片照来讲，其实比图片更难的哦，因为它还可以铺陈，没错，所以我觉得你一定会中，中烂，中影片很难有地狱的东西出现，但是它说明出最好笑哦，好，那黑熊笑点低，我已经找到优秀上有谁比黑熊更低了，不是嘛？这样很快乐嘛？看到什么都可以笑啊，也是啊，黑熊，你可以过来一下吗？お願い。お願い。何やかこうしよう。うまくいくと思う？はあ、もちろんだよ。蜂の巣を取ってくれるだけでいいんだ。哇，这日文是这样配的。考えた。はあ、大変だ。ここまでは考えてなかったの。ごめんね、僕失敗しちゃったみたい。いいんだよ、ピグレット。今すぐ降ろすからね、ピグレット。ごゆっくり。ハチ君たち優しいから、急に動かなきゃ大丈夫。等一下，我想问小熊维尼特这样演吗？是。我觉得日文配超好听的。啊！哇！这里都在铺陈，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我没有觉得很好笑，对不对？OK OK， 呵呵呵，我们现在喝，我们现在喝。这个比第一个更好笑。这个怎么这么好笑？大三小啦，我没有想到他直接给他灌下去。哇，这个不错哎，这个真的蛮好。如果等一下都是这种等级的，可能不得了了。来下一个，好正哦。对啊，我刚才在看内裤，我在看他的腿。干他，是吗？在哭哎。又看到我，那为什么？为什么？这太操作了一次，啊！这太操作了一次。为什么去拿刀？狗狗不懂，就刚好拿到刀，直接吓醒哎！我原本预期是他干他，对我也预期是狗会干他，他超出我的预期，我喝，我刚刚是被吓傻了，为什么他就要拿刀出来了？靠腰，这重点在逼问一下，超好笑的，你忍得住你很屌，刚刚你是惊讶，对我太惊讶了，这毕竟是泪魂的吗？其实我不知道，是魂泪的，反应很大。这个有个自赞的，没事，我忍住了，我忍住了。啊！那他到底怎么小啊？看这好过分啊，还两段呢。他到底怎么小啊？换你喝，换你喝。发现我们忍受的程度不一样。真的好低人哦。真的很低人。这一部影片过分的是它分两段 ，Go！ 还蛮可爱的，他以为他跟他比爱心，拿他只是要拿东西，还好还好。The special deck cards, there's these like little fairies on them. Oh, here, I'll square it up right here. Yeah, square it up. Look at the fairies on the back. It's this. It doesn't really. Cute. Yeah, yeah. Put it on the very edge of the table.Yeah, put it on the very edge. Right here? Yeah, right there. You see? Okay.
And now lift up that green table. Go. Just lift this up? Yeah, lift that up. Slowly, okay. Slowly, slowly. Oh. 还好，你现在因为这种老梗像。 哦，就是那个四郎跟音的那一段，哦，然后嘞，然后是我自己的小音托，很色，这里超色的，他们两个做的，这好屌哦，我惊奇于他的剪辑技术，你不能因为。 我最近看久久就放这个啊，没错，这个剪辑技术惊呆我了。我现在最喜欢狗狗那一个。哦，是组合动画，黑熊以前也很喜欢。哦，各个游戏的组合，走行动的方法，我觉得蛮好笑的。我刚刚有差点破防。 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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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想要发酵出来了。Nothing to watch. Nothing to watch. Play the guitar. Trying to be quiet. Picking. Fingering. Drinking water. Drinking too much. Stomach pain. Opening the door. Closing the door. Taking a shit.最后一个有点，我觉得有点屌，一直前面铺陈为最后那个，我觉得很棒。果然影片我比较 hold 得住，可能他想要表演那个皮克斯的那个，对。没有，我们忍住了。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好了，不要再看他了。尾行会红，闪开！我忍住了，我忍住了。黑熊不争气。我没有想到躺下之后还会被塞到哎、欸。黑熊喝。怎么会在这个很低级的梗里面破防啊？我就喜欢低级梗。哦、oh, right. no, no, no. 那保险他原本以为他是女生，对，啊、结果 no no no， 看到没，一把就停进来。有什么事吗？这是我们家车位，谁让你停这儿的？不是，这不是。地下车停车场公共车位吗？我们家的车天天停在这儿，这我们家车位，你赶紧给我开走。不是，这公共车位谁都能停啊，这怎么就成你家车位了？这就是我们家车位，听不懂是吧？我们家天天停在这儿，你赶紧给我把车给我开走，快点、啊！你天天停这就是你车位啊？对，什么逻辑啊？这就是我们家车位。怎么了，媳妇儿？你老公在，你还敢让我过来啊？哎，不是，我打起来啊！打起来了吗？打起来！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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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666哎、欸，你有看懂吗、啊？没有，因为他在跟他争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他现在讲的话是他小三。你老公在，你还叫我过来啊？然后故意讲这句话给他老公听，然后再开走这样。啊，我懂了，因为他在那边靠北车位的。哦，他故意弄他。没错，干好屌、哦，我好 low 哦。放大一点。哇，这是好预警哎！原来他是去木叶忍者村啦，胡子转身啦，看到色色的，哎，好弹哦！
还好还好还好，可以可以，但他屁股很翘。是怎么了？看了，我们两个没 get 到。什么？你们被玩下打吗？没有，我还没有玩这一关，我还没玩。想不到吧？想不到吧？我还是喜欢这个。再看一次，再看一次。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小熊维尼好赞哦！小熊维尼应该是今天 MVP， 而且我觉得日本配音特别有 feel。再看一次还是好好笑哦，这个真的是很屌。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二名是喜欢狗狗的那一个。那后面呢？还有喜欢哪一个？应变舅舅那个不错，剪辑技术超好的啦，超强的。我觉得影片有影片的屌的地方，小猪一被塞下去，完全意料之外了。没办法哎、欸，那个一点都不像迪士尼在做的事情哎、欸，真的、欸，小熊维尼怎么这么过分呢、啊？好了，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搞笑影片，希望大家喜欢。各位觉得哪个搞笑影片好笑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讲。哪边忍不住，也可以在下方说。想要投稿。可以投稿到下方有个 mail， 还有 Discord、啊。如果没放就是作业的问题。那各位观众，如果想听影片，欢迎在下方留言。喜欢可以订阅黑仔熊美在拍片的频道，按赞我们的粉丝团，加入百万社会。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拜拜。